嗯，大家好，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M A Material X Passes 当前的这个节点。我们把这个稍微往这边拉一下，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 Passes，对吧？我们之前呢已经讲解过这两个节点，它呢也是我们当前这个节点的一个升级版。看一下，它后面加上一个 Passes，它的数值呢没有发生变化，任何都没有发生变化。它唯一发生变化的就是说，当前咱们这个材质呢，它可以通过我们。 的这个分层渲染方式呢，来对它呢进行渲染。看一下，我们这儿有一个 passes，对吧？有一个 passes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当前应用我们这个材质球呢，来进行我们这种的一个分层渲染，来对它呢输出反射、折射、高光，像这样的一些通道信息。然后呢，最终呢，我们可以为它呢做一个像这样的合成。但是如果不带这个 passes 的这个材质呢，看一下，它就不能应用我们当前的这个呃这个分层渲染 render passes 这个功能。 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当天这个彩纸球的一个，呃，一个和他们的一个区别吧。这个分层渲染呢，我会在相应的课程呢，给大家进行一个细致的讲解。在这里呢，我就不给大家做一个演示了。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